高雄市爱心呢，9月28日马达祖我不会说。2019在那那原住民族联合丰年祭，在那那一些呀，五路八杂沙堡路街当那西街西西，爱心呀，包括哩白湾、石木棍、阿美，阿拉那那祖国，阿拉国棍一年做走路干哩，马上在那里。哎，是伊拉路街当那沙罗奈多么多堵路，无奈联合丰年祭定做麦当娜奈。高雄市在那那当那联合丰年祭在那那一时，五路八杂沙堡路街当那西街西西，哎是伊拉格拉那那祖国当那马马浪南马罗阿拉古古努祖祖路马张长阿路。我们用我们鲁凯族的文化来呈现力与美，展现青年的活力。然后，这就是我们鲁凯族最活泼朝气的年轻人，部落老人家呈现他们的歌声。我们叫这个是一个是收获丰年祭，然后一个是男孩子今年是勇士祭，我们也很高兴，感谢政府啊，给我们这样子，让我们的文化不要忘记。主委，我会请马盖西，阿拜扎沙堡鲁盖丹那西盖西西。哎，是那高雄市噶啦那那祖国原住民，阿拉姑姑呢一年嘛地吧，阿伯在一年打了干那个噶啦那那蒙噶，阿伯在一年把路乐舞。原住民传统的文化是需要我们靠大家一起来去做努力。那我们也希望高雄市的传统能够越来能够跟部落相互连结，希望我们的希望我们从最小的老中青到幼儿都能够来接受我们文化的洗礼。哎，是那高雄市多么拉早，马的马能个马的古鲁，阿伯在一些把马能个做不个，我鲁把在原住民族当那杂呢有道理。哎，是那多么个马里沃沃鲁，格拉那那祖国当那牛里那蒙噶。巴尼多么多多鲁咖喱。